好吗？那就有请我们的新歌《买它》的第二位主唱，哈哈，应该还是这是我用他的歌，明明这是别的歌，还真是他是第二个主唱。来，我们有请刘柏辛来喽 ！Hello，Hello， 哈哈哈 ，Hello， 哎，所以你今天晚上是要干嘛？就一直在那里说啊，买它。对，今天是你的另一个小喇叭。是，来，好，坐，跟大家先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买他的第二位主唱，刘柏辛。对，他是 Manta 的主唱，然后是我把这首歌翻唱了一下，第二位主唱刘柏辛来了哦，好不好？妹妹的皮肤好好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，就是刚刚你是用了真的刘柏辛的方式跟他打招呼吗？假的刘柏辛，不是，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今天是小喇叭的方式吗？所以你有没有小喇叭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？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就是我跟你们说，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妹妹应该是一个很酷，然后很就是那种我不酷吗？你其实大家看了两个看完两个 vlog 之后，觉得你不酷。你啊？对，就是跟你的就是平时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就私底下确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妹妹的形象，好不好？就是只是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比较的飒，然后比较的酷一点点，所以今天眉毛真的很用力，染成黄色，人家有染，就是被发现了吗？对，当然啊，你这个在镜头里面很明显的眉毛都快消失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你滤镜开太大。没有哎，但是还蛮好看，蛮高级的。所以今天就请你来我们的时尚节，就是想帮我们把我们的时尚节的 level 稍微拉高一点点，因为毕竟你也是很时尚，对吧？你的穿衣风格，什么叫这样就表示时尚了吗？我还这样拍 vogue 呢，真的是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唱一个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唱一个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妹妹来我们的直播间，因为今年我们帮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做买它，应该有很多的女生已经看过买它了，然后包括昨天我也去动感101电台去宣传了买它，去打歌。所以你去打，你去过动感101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打过歌。啊，你打过歌，就是在电台打歌的感觉很好哎，就是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电台打歌经历吗？我的电台打歌经历是，就是去电台，然后大家开始问说，哦，这首歌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，然后想要大家感受到什么，然后我就只要一开口所有人就睡着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说话太慢，然后太温柔。对，就不是像这样子像你一样说话。就不是像我一样说话。然后他们说我昨天去打歌完了就整个就嗨到不行。嗯。然后他们说整个就在车里面开车听电台的人整个非常非常的精神。就生怕就是突然把他们吓到立马急刹车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在电台打歌还蛮好玩的。而且你知道就是买它已经就是全民在模仿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B 站的一个视频，就是某视频软件的一个视频，就是他们用非常非常简陋的就是道具，然后把我们的 MV 神还原。你没看过？真的吗？我没看过。其实我也没看过，但是我们同事说超厉害，我们现场一起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来自于对，就是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就是那个叫做 UP 主，对不对？ UP 主 TC 他的一条视频，他们翻拍我们的那个买它 MV 的视频，真的太搞笑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喽！所有女生，我们来喽！来吧，快来给大家拜拜喽！第一件事带着好货现身，每晚直播间都会让你沉沦。十色口红是在找个男人， yeah, 下个链接定金 ，You already know that。大牌口红中，正红色是最百搭。妹妹漂亮的魔法哦，五克拉的嘴巴不许睡，所有女生都听好了，一定要抢到，快来一起买买买呀！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吧！我想要你。所有女生，三二一，上链接。我的妈呀，所有女生都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，买它 ，Amazing， 所有女生都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，就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，买它。所有女生听好喽，买它。今天粉底眼影面霜。
霜和精华，高光腮红也美到爆炸。你要的今天价值全都谈到了 ，Oh my god， 所有女生都买它。全球新品没有时差 ，Oh my god， 定制好物一个都不落下。送给所有女生的惊喜礼物，狂欢盛典正在向你奔赴 ，Amazing。鱼皮螺蛳粉诱人，林时节的鸭锁骨要够狠。老板家货快点问，当我出现答应我不要人。爱他，我的妈呀，所有女生都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，买爱它 ，Amazing， 所有女生都买它，买它，买爱它，就买爱它，买它，买它，买爱它，所有女生听好喽，买它！哦，厉不厉害？魔不魔性，我感觉现在的网友都太有才了，太厉害了。因为所有女生就这首歌就买它。为什么我们会做这首歌？因为是就是因为妹妹的 Manta 很受大家欢迎，然后网友就把 Manta 改成了买它。对。然后其实是网友送给我们两个的一个礼物。对。然后我们就在今年双十一觉得这首歌太适合这种狂欢日子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歌又重新变成了。就真真正正的买它，然后送还给大家，然后大家还一起在模仿，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，而且瞬间让我们两个感觉我们的 MV 制作水准，有点在质疑我们 MV 是有多随意，然后大家可以随便就模仿出来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那个歌的一个支持和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们一起宣传我们的买它这首歌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那其实我们今天是时尚节，嗯，那所以就请你来的话，我也想要让你分享一下关于你觉得。刘波新的时尚是什么？我的时尚，嗯，我的存在，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时尚。OK， 来了来了，开始酷酷的感觉要来了。所以就是平时你觉得你的时尚穿搭就是必须要有的一件单品是什么？必须要有的一件单品，我觉得打底裤吧。打底裤，你不是都穿那种什么，比如说短裙啊、短裤，然后一个长靴，我还以为你会说是长靴。难道不穿打底裤吗？里面？你所以你哦哦打底裤，我以为说是那种长筒袜子。哦，所以打底裤是你觉得时尚单品，应该打底裤平时也看不到吧？是的，但是表演的时候啊，或者之类的，会动起来，把手举起来，就会很安全。啊，就是一个安全的方式，好不好？他们那里疯，他们说我要笑死了，怎么会说人打底裤？但是你很喜欢穿深色的衣服，嗯，对，要不就是纯色的衣服，嗯，很少看到你穿花，对，就是有那种图案啊，或者是那种图腾啊，所以你觉得简单就是很时尚。嗯，我觉得适合自己是最时尚的啊，适合自己是最时尚的，所以就是不要乱买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要买到适合自己的时尚单品，好不好？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，就比如说今年秋冬天比较时尚的穿搭是什么，或者你已经看到的，或者你马上都要去这样穿的一个穿搭方式，今年冬天。我刚刚看到那个白雪公主的睡衣，我觉得超时尚，能不能送给我？所以你会很喜欢这件白雪公主的睡衣？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那种比较可爱的衣服，你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。那今天你来了，你来帮我们抽出今天晚上的第一波福利，好不好？我们送大家五款大牌包包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送五个大牌包包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，多多关注，多多关注。我们先送第一波福利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八点钟准时开始。我们今晚的时尚节啊，好啦，所有女士，我们看一下我们送的包包是什么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的包包有没有 VCR？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包的奖品 VCR 来咯。关注我们，马上在我们的屏幕上弹出抽奖弹幕，三二一，福利来袭咯，赶快抽奖！多点击这边哦。是的，大家可以多多的点击，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抽奖。嗯，好的，那其实今天邀请你来，就是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嗯，就是我的话筒，你想不想试试看？好啊，我这个话筒非常非常厉害，因为他们都说妹妹唱歌好好听，妹妹的声音特别温柔，妹妹的声音太酥了，就是你可不可以现场还原一下，就是 Manta 跟买它的区别好不好？好，要妹妹来，就是你先试试看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你要往前一点，可能好，因为这个线不够长。好，你要隔近点，这个话筒很有魔力。Mic check, mic check， 是不是很好听？哎，是哎。这个话筒有没有像那种是那种就 DJ 电台的感觉？嗯，好，我们现场听一听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有一次就是在我们有一次在过节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我们就家庭聚会吃完饭，我们就去唱歌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场听到
Manta 那种感觉，你们真的完全不能理解，整个我们同事都嗨到不行，所以今天给所有女生来一小段 Manta。 好好的，嗯，你要用这个唱吗？我举着，我举着。嗯，你举着。嗯，好，来。Not a swimming pool, it's an ocean. Diving at cash like I'm chosen. Let my 24 karat get you frozen, yeah. 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又怎样？ Manta, Manta. 所以你告诉我到底那个魔鬼鱼的音怎么发出来的？哇，你来一个，我不要，来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发出这个声音。我刚刚是什么？我刚刚是海豹。梦梦女孩，哎，你也是女生，你好歹是女生，你应该离这个声音比较近一点点。来，嗯，不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声音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所以你在录这首歌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声音去加进去？嗯，因为我这首歌在写魔鬼鱼嘛，然后魔鬼鱼其实是没有叫声的，但是我在录的时候。哦他的叫声我们听不到。然后我在录的时候我就想，如果他叫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发出了一个疑惑的声音，就是所以他们就，然后那个录音师会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声音很厉害。嗯，哦，原来这个声音是这样来的。对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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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我在双十一晚会就是听到别人就唱你的歌，不能说别人，就是戚薇跟林允唱你的歌，整个我们嗨到爆炸。我看到家人是，所以家人这首歌很好听。哎，谢谢。对，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支持一下妹妹的歌哦，家人。所以最近有没有在筹备新歌曲或者新专辑？我昨天刚拍完新的 MV， 然后整个 EP 会在年底和大家见面。这么快？所以年底应该也不会太久了，就是下个月了。这就是年底啊，十二月就是年底啊，是的，是。哇哦，美眉，大家可以到时候多多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到时候跟你们说，我会天天给你们打歌的，每天开场就是妹妹的一首新 MV， 无论你爱看不看，我都要给你们看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妹妹的新歌，我们会在年底来发新专辑跟新 EP 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所以是跟上一次的曲风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？不会是抒情吧？不会，但是也是非常。比较炸的吧，摇滚。哦，我感觉我猜对了。好的，哇，好期待，因为我很喜欢在健身的时候听比较就是嗨的歌，比较炸的那种歌。好，大家会喜欢的，我绝对会喜欢的。OK， 那我看看有没有就是，哎，可这个可不可以翻唱一下这种感觉，然后又翻唱出来。好的，谢谢妹妹，谢谢刘波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辛苦了。对的，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再唱一个？满爱爱爱爱他，好吧，预备，起。买爱爱爱爱他，我的妈呀！所有女生都买他 ，Oh my god！ 买爱爱爱爱他，我的妈！所有女生都买他，垮掉整个。谢谢妹妹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期待我们的年底的最新 EP 啊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时尚节快开始吧，拜拜，时尚节快开始吧，那个、谢谢。睡衣，睡衣没问题，安排。拜拜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知道跟专业的歌手在一起唱歌确实有点压力的，刚刚突然那个调就不一样了，那个音调都不一样，我们两个不在一个调上，我发现了，我很难可以跟专业歌手在一个调上，感觉好吗？谢谢大家，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。